Okay, Ting. Okay, Ting. Okay, Ting. OK， 可以了，停。 可以停了。 风好大哦。
了，可以停了。慢慢走，慢慢走。我后面到了，对吗 ？OK， 停。好了，停。这里有没有看到？OK， 停。
OK， 可以停了。看得到吗？看到了。要掉下去了。OK， 停。哎，我想问你，你这套水手服你买多少钱？百多块啊？是新加坡买还是从淘？新加坡是60新币。60新币？我最近到那个五级市啊 ，Bugis Junction 三楼。他们那个店面叫做 Akihabara， 他们有卖很多这种水手服，但是都要百多块哦。要赚钱。啊、因为我家里本身我有两套水手服，那时候7-8年前买了一套是买160块啦。然后因为用了七八年的之后，它有一点坏了，所以我想买新的来替换。OK， 停，开始。OK， 停。
其实我应该站下面才对哦，因为一不小心我就会跌倒。OK， 停。我记得上次你在 Jurong Point Matsuri 你跳那个华族舞蹈啊，很好看呢，我全程都拍下来了。好了，停。可能你要看你的书包里面有什么东西。哎，这是什么？糖果。OK， 停。OK， 停。然后我会拍你的脚摇。
哎，有车要过来是不是？哎，你可以做一个这样出来。OK， 可以停了，慢慢走。要到后面要告诉我，要不然我跌倒。慢点。到了。OK， 停止。
OK， 停。OK， 现在我想转一圈啊，我想转一圈，我绕这里转一圈。OK， 可以停哎，可能你可以躲在柱子后面，然后看出来。好了，可以停了。
哎，没有按到。你用你的手指那个牌子，OK， 停。OK， 可以慢慢走下来了。看着我。好了，可以停了。OK， 停。这个门也可以敲的。应该没有人住吧。
OK， 可以停了。好了，可以停了。好的，可以停了。OK， 可以停了。走走看看。
因为我们走过去那个两个高高的那里，看过来，我们可以再继续走下去，不过看过来这里，OK， 可以停了，这里很晒了，开始。好好，活泼。哎，我想问你，请问你这是第几次拍水手服？这套。第三次。第三次是我。后面有人。我们继续走下去，不过你看着我。OK， 停。可以再走下去，哎，我想问你啊，我拍了可以把 video 放在 YouTube 吗？可以啊。哦，停！可以把书包放在麦当劳叔叔的腿上。
好的，可以跟麦当劳叔叔说拜拜。哦，哈哈，有人出来了。OK，stop。啊？是。OK， 看过来。OK， 跟我挥挥手。OK， 可以停止，谢谢。